Chinese 最中意周圍打卡噶啦，冇諗過原來葵芳都有咁靚咁大嘅 studio。 今日行小清新路線，陣間再帶埋大家去 cafe 打卡啦！呢間位於葵芳區嘅純白丹麥風樓上 studio 設兩大主題場地，其中必演嘅 Homey 主題房，大玩現代北歐家居風格，又齊五大打卡位，好似呢個標誌性嘅純白拱門，休閒感十足嘅大廳、床。 開放式廚房、小角落等，隨便影都好似去咗外國咁啊！張張影出嚟都包你滿意啊！另一間 Courtyard 房德酒户外庭園休閒路線，同樣設多個打卡位，可以扮下煮飯仔，又可以扮探下午茶，唔使去咖啡都可以影到超到爆嘅休閒風靚相啊！兩大場地面積分別為1200尺同650尺。 場地設施齊全，有齊換衫位同化妝間，除咗私人同商業拍攝外，仲可以用作證婚場地。影完靚相就梗係要去埋附近嘅 cafe 食嘢打卡啦。原來葵港附近都隱藏咗一間別具文青風格嘅 cafe 餐廳，將宗旨 imperfect is perfect 帶到落設計上面，喺好多擺設嘅細節上都可以揾到各種不規則圖案同 finishing， 加埋木調暖色系氛圍，俾人一個非常親切嘅感覺。 食物方面咧，餐廳就主打西式輕食同特飲，必試一定有呢個新推出嘅慢煮雞肉白松露意大利飯，同有之胡椒汁、青口大管粉。